诸位法师，诸位同学，请坐。请看《大乘无量寿经解》第317面，317面。第一行，立于深正念，净慧修梵心，于止贪欲。42章经云：立于清净，是最为甚。正念者，八正道之一，立邪分别，而念法之实性，名正念。观经书，舍相入实，名为正念。净慧者，慧素云，净慧是般若波罗蜜，非人天小乘不净智慧，故名净慧。梵心，清净无欲之心，为涅槃五行之一。涅槃经上的五行，第一个是圣心，第二就是梵心。梵心讲十一空，我们用般若经上所讲的20空，比十一空讲得更详细。目的帮助我们看破，帮助我们放下。般若20空前面11个我们学到了，学到三空如五阴离散，人不可得故。这个范围再要扩大，现在我们知道，所有的物质现象皆是五阴聚合而现的幻象。五阴分散了，物质现象就不可得了。那么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、自然现象也是分不开的，业有一切有，业离一切离。所以般若经上佛给我们说了一个总的原则，那就是凡所有相皆是虚妄，没有一样是真实的。这个事实真相经上讲的诸法实相，我们不能不知道。今天我们接着看第12无变异空，为一切法如如不变，了不可得。后面这些意思都很深，确实是诸法实相一切法如如不变，
是从体性上讲的。啊，体性是什么呢？就是真如，也叫自信，也叫真心，也叫法性。也叫常寂光，啊，也叫第一义，名称在大乘经教里面有几十种，一桩事情，佛为什么说这么多的名相？这是教学的善巧。叫我们不要执着名相，名相是假的，不是真的。啊，我们从名相里面悟如义理，这才重要。一切众生根性不相同。有些人从一种名相能悟入，有些人从另一个名相他会悟入，还有人呢从很多的名相能悟入，根性不相同啊。这是如来应机而说。啊，如如不变，是一切法的体性。体性不是现象，它不是物质现象，也不是精神现象，连自然现象也说不上。所以大乘教里面常常用一句话叫法而如是，法就是一切法，而本来就是这个样子啊！你不要去想，你也不要去研究，也不要去议论，它就是这样的，这就对了啊，你真的觉悟了。啊，这个事实真相是心思言语都达不到的。言语说不清楚。所以说言语道断。啊，言语这条路啊断绝了，不通了，心行处灭。啊，心行是我们的思想，思维也达不到。啊，了不可得它存不存在呢？存在，不但存在。慧能大师说：“何其自信，本自具足。”这句话说得好啊！不但存在，它具足一切法。遇到云，一切法就现前。他要不具足一切法，他怎么能现一切法？他能现一切法，当然就具足一切法。
我们今天在学习，面对着经文，我们可以读诵，不能想象。我们可以言说，不能分别，不能执着。如果我们用真诚心、恭敬心，啊，什么叫真诚？一念不生叫真诚。啊，换一句话说，讲习里面常说，不分别，不执着，不起心，不动念，那就是真诚，那就是恭敬。啊，真诚恭敬呢，时间久了，就豁然开悟，啊，他就明白了。明白了之后，这大彻大悟之后，你也不能够思维想象，你也不能够议论，妙就妙在此地，称他做妙法了。下面第十三，本性空，为一切法本性清净，立心立相。这立相好懂，什么叫立心呢？老子说得好，道可道，非常道；名可名，非常名。我们给它起个名字叫本性，已经错了啊！那不叫本性，叫什么呢？他本来没有名，给他起个名字可以，如果执着这个名字就错了。名是假名，不能执着，不执着就对了啊。所以对本性这两个字也不能执着，不能分别，不能起心动念，叫立心。相是幻象，性相两边不住啊。本性清净，自然现前。才有一念，就是说本性清净这一念已经把
清净的本性染污了。怎么染污了？本性里头没有本性清净这个东西，你还有这么本性清净了，他就受了染污了。这个意思深了。啊，立心立相啊。第十四叫自相空。为一切法虚幻不实，了无自相。我们现在举个例子啊，我这个身体是不是个相？是相啊。六道众生没有一个不把这个自相当作自己，认为这是我啊。现在佛告诉我们，这个自相是虚幻不实的。一般人听到之后啊，决定不能够接受。啊，明明我这个身体存在啊，你的身体也存在啊，他的身体也存在呀，啊，一切众生、树木、花草、山河大地，不都存在吗？啊，怎么是虚幻不实呢？一直到近代的物理学家，这科学家了，他们研究物质到底是个什么东西，研究到最后啊，德国的物理学家普朗克说，他研究原子，研究粒子，研究最后的结论，世界上没有物质这个东西，物质的本质是什么呢？他说是意念。我们讲的念头，无数的念头，累积的一个现象，就变成物质。所以物质不是真的啊，其实就像我们在电影荧幕上啊看到那个画面一样，那画面是动的吗？是真的吗？不是的。是无数个画面累积在一起产生的幻象。
电影荧幕上的现象，一秒钟才24个幻灯片呢，累积的已经把我们的眼睛欺骗了。那摆在我们面前的现象啊，这些物质现象、精神现象，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一秒钟它有多少呢？1600兆。我们怎么能够觉察到？自相空啊，我这个自相空的，你的自相也是空的，他的自相也是空的，宇宙之间所有一切现象没有一个不是空的。空不当作无讲，不可以说自相无。也不能说自相有，又无都不可得。啊，说非有非无，亦有亦无，都不能讲。真的是言语道断，心行处灭，这才是事实真相啊！地受无讲共相空，为一切诸法彼此之相啊，本来空故。前面是讲单独的一个字。自相，大乘经上说的，共业别业，自相是别业的成就。共相是共业的成就。自相不可得，共相当然也不可得。啊，共自相不可得。真的契入这个境界，身相呢容易破了，叫我相啊。知道共相不可得，人相、众生相、寿者相，也就很容易放下了。第十六句是一切法空，一切法皆由心生，无自体故啊。这一句话非常重要，
宇宙之间，一切诸法哪里来的？佛说从心想生，这就这个意思。一切法从心想生，华严经上佛告诉我们，唯心所现的能生能现的是心性，唯识所变，它能够变化，还原观第二句所说的畜生无尽，那是讲变化，没有数量的啊，无量无边无尽无数，你无法想象，随着你的念头在变呢，从小的方面来说，我们的身体心心识别，从心想生，展开来，我们看虚空法界，一切众生总不外心心识别，变的种类太多了，我们讲十法界一真庄严，明白这个道理，你就把我找到了，我不是这个身，我也不是一千万法，我是什么？我是能变能现的性实，性是真性，实就是起心动念分别之处，我是什么意思？我是主宰的意思，我是自在的意思。那我要问，我能不能主宰这个宇宙？我能不能主宰万物？答案是肯定的，你能。那现在为什么不能呢？现在你把那个我迷了，你没找到我，你认为这个身是我，身念念不住啊，他自己都保不住啊，他怎么能做主宰呢？
所以身不是我啊。啊，心识是我，他能做主宰。他念念都是善，变法界、虚空界就变善了。如果他念念不善呢，法界、虚空界就变得不善了。你看，他能做主宰。啊，心能现呢，是能变。一切万法没有自体，随着分别执着在变化。这个地方讲借由心生，这个心就是分别执着。啊，懂得这个道理，自己明白了，彻底放下了，真放下，什么也谈不上了。啊，重要的，我们看到许多苦难众生，特别是六道轮回，慈悲心油然而生啊！啊，那我们怎么帮助他？帮助他们利欲生正念，问题不就解决了吗？这是诸佛菩萨大慈大悲，帮助众生离苦得乐第一妙法。就是叫人利于生正念，尽慧修反省。问题真能解决。第十七，不可得空，一切法乃至无余涅槃，皆不可得故。啊，千万不要有个真正能得到的，没这回事情。无余涅槃，大乘佛法，妙觉果佛所证得的，究竟法了，啊，叫无余涅槃，有没有这回事情？不能说他没有，也不能说他有。
为什么说不能说它有？不能说没有，有跟没有是相对的。自性里头找不到任何一个相对之法，找不到。十法界里头有相对，六道里头有相对的，这什么回事？迷了有，觉悟了就没有了。空观呐、啊，是帮助你大彻大悟啊，帮助你明心见性。菩萨修证到最极圆满的境界，空观完全是以真谛而说的啊，所以凡夫之人很不容易体会，很难接受，它是事实。所以马明菩萨教导我们学佛，看经听教，看经是看文字，听教是听言说。要记住，不执着言说相。听教不要执着言说。言说不是真的，听教不能够执着名字。你看刚才讲的无语涅槃是名字，不能执着。佛是名字，也不能执着。菩萨是名字，还是不能执着？一切法空，不可得空，还是名字。立名字相啊，意思懂得就行了，不执着名相。第三，不执着心缘相。啊，我们看了经文，听了讲解，不要去想他的意思，你去想这一句话什么意思，这一段经文是什么意思，你就做了相了。这叫执着心缘相。啊，那个意思是你自己的意思，不是佛的意思。啊，我们在开经记上读到的，愿解如来真实意。如来真实意是直觉的，你一听就明白，那就是如来意。通过我的思维，我的研究想象，那不是如来真实意，那是自己的意思。
这是佛法的难处啊。祖师大德常常测验学生，你会吗？这个会的意思很深啊。什么时候你会呀？啊，你真会了，一听开悟了。啊，翻开经本一看呢，也开悟了。那是会的。啊，不会的人说，迷在言语里头，迷在名相里头，迷在自己妄想里头，这就难了。所以《大般若经》上说，一切法无所有，毕竟空不可得。菩萨应化在世间，以真实智慧，真实智慧表现在日用之中，就叫做善巧方便。善是妙极了，巧妙极了。为什么呢？它能够起悟众生，给众生启示，帮助众生觉悟。为众生做榜样，为众生做示范，让众生听到、看到、接触到，悟如空地，天台家讲的空家中三地，第十八讲无性。为法即灭矣，是灭无故啊。无性空，一名无法空，法即灭矣。这个灭也没有了，灭也不存在呀。生灭通通不存在。啊，
所以又说不生不灭。无生无灭，法什么时候灭尽呢？刹那灭尽。什么叫刹那？形容它的速度非常之快，它停留的时间非常之短，快到什么程度，短到什么程度，我们无法想象。人王经上佛举例子告诉我们，他说一弹指有六十刹那，一刹那里面有九百生灭，这是世尊教学的时候给我们一个粗浅的概念。如果比起弥勒菩萨所说的，差距很大。啊，佛说一弹指六十刹那，一刹那九百生灭，六十乘九百。那弥勒菩萨告诉我们，这一弹指有多少个生灭？320兆，数目更大了。啊，这是说明诸法实相。在这么快的速度之下，所以佛说生灭同时啊，没有生灭。你看到生的早就灭了，你看它灭了不知道又生多少次了，这个现象被现代科学家所发现，难能可贵呀！啊，证明了世尊这3000年前所说的不是假的，是真的。啊，所以这一切法是有还是无呢？我们没有证得，我们只是在经典上听佛这么说的。啊，我们也有一点小悟处，这个悟叫解悟，不是证悟。证悟是亲证的。我们今天这个觉悟是听亲证人所说出来的现象。我们有证得，释迦世尊证得了，弥陀如来证得了，化身菩萨们证得了，我们相信这些人
大圣大贤，他们不会欺骗人，他们所说的话决定是真实的。啊，我们能够信得过。他证得诸法实相啊，他才真正能放下了。我们为什么不能放下？我们不知道事实真相啊。我们把这一些虚幻不实的现象以为都是真的，还起了妄念，想控制它，想占有它。错了，真的错了啊！第十九，自性空，一名有法空。你看前面无性空里头，一名无法空，这有法空。空有是一桩事情啊，为什么说有呢？为诸法因缘故有啊，实性无故啊。法是缘生的，佛法也不例外，所以佛法不能执着啊。为什么呢？缘生无性，不可得故啊。你要是执着它，以为它真有，你错了。啊，所以大乘教里的常讲，相有性无，就这个意思。诸法因缘故有，相有啊，实性无故，性无。事有因缘是事，理上没有。性相一如，理事不二，这是大乘里面的中道之说。说在什么地方呢？说在作用上。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，处事待人接物，要懂得用中，不偏有，也不偏无，有无两边都不执着，这就对了。为什么？
又无两边都不执着，都不分别，都放下了，你的心永远是清净平等觉。用清净平等觉心生活，你过的是佛菩萨的日子，殊胜啊，人生最高的享受啊。你用清净平等觉心工作，待人接物，你修集无量无边的功德，真实智慧，真实利益，又不着相，坐而无坐，无坐而坐，所谓的三轮体空，夜夜就是信德了，就是自信的圆满流露啊。跟妙觉果地诸佛如来完全相同，你成就无上道了，这自性空啊。